导演好。哎呀，你好，来试镜。对，我想做演员。哦，那个，你先交800块钱，我给你拍一套模卡。导演，我没有带那么多钱，你能不能让我先试镜啊？试镜可以啊，但是我们需要才艺展示。才艺我可以啊，我都可以的。啊，是吗？啊，来来，音乐。Action！ 你再放开点儿。哎，换上。于明什么时候这么多才多艺的？他呀，就是闷骚的心得不到释放。哇，小爸你好有学问啊，我就是找不到准确的词来形容。那这么说就是没事了，虚惊一场呗。没事了。小朋友，你得放开点，这样我们才能深入的探讨后续的问题嘛。来，哎，很好，哎，好，好，哎，就这样，对，你以为反派的智商就这么低吗？跟我玩卑鄙的手段，别怪我以牙还牙。放了这么久还没结束，要不咱冲进去，就咱们三个呀。没事吧？你怎么来了？你那么聪明，你猜我来干什么？天才呗，你不要被绑在这儿了。对啊，我也很后悔，我就不应该多管闲事儿，就应该让他们把你抓起来，然后把你卖了，也算为民除害了。你，要不我们报警吧？啊，报警，报完警，我们冲进去。危险，盖上。
垃圾。打你！对不起，都怪我。怪你干嘛呀？我都不知道你这么能打。怪我没搞清楚状况，就帮你翻墙来失禁，害你遇到了危险。说什么呢？这都是我自己的主意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，用不着时时刻刻都保护。再说了，你不是来救我了吗？要不是你及时出现，这几个傻子估计早一起被骂。心有什么好藏的？不然藏你啊？你会不会好好说话？哎，痛不痛？没事。妈，我在学校捡到的，后面有点摔裂了，我就帮你贴上了。哇，你怎么有这么可爱的贴纸啊？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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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走了走了走了，真行！哎，走了走了，哎，也抱抱我，也抱抱我。赵曼，你真想当演员吗？哎，我真失败呀！哎呦，今天这一出又没让人看出我的决心。哎，明儿，嗯，问我，问我，没兴趣。我的梦想是当卧底警察，无间道那种。你呢？我不知道，但我觉得我做什么事儿都可以成。切！你呢，表演？我呀，你管得着吗？管得着吗？居然被你溜了啊！警察局就在旁边，要不要送你进去啊？哎，刚刚是他给你开的门，你忘了？哎，刚刚还很担心你呢，我和警察说明了你的情况。谢谢你。他们说我也是受胁迫的被害者。哦，我的合同已经解约了，我以后会好好找个工作的。加油啊！你还想当演员吗？想啊。那以后建组你还去吗？那当然了。那好，我也会努力的，做个化妆师或者是经纪人。哦，以后你可以直接跟我签。好啊，那我们就顶峰相见。哎呀，听众朋友们好，欢迎收听红马电台。你是否还记得自己17岁时追过的梦和爱过的人？走啊。17岁的年纪，总是鲜衣怒马，少年意气，觉得世界会永远灿烂，生活会永远热气腾腾。
而青春会像这黄昏一样永远绵长。